得我哋两个嘅时候，你要尊称我为恩人。老师口心失落，你知唔知？嬲佢就系使佢。我最憎就撞师，只要讲一个大话，我就可以讨回公道。我冇后悔。我仲要教你讲嘢嘅用字用词与音语调，做撞师嘅台型。咁我哋俾你教空啊！我打佢八十大板。无作为贵，有作则为威。识见上的公堂，快啲嚟特约影视店啦！